突然被冷风吹了一下子。刹不住，对着人冲。好了啦，正常点滑好了。走了走了，我休息好了。让脚休息一下，酸哦，姿势不标准，酸。
哎、欸，来拍一张。嗯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怎么了，大哥？就这样，拍一张。他根本就不开啊！大斜面 romance lift 不开。怎样？觉得要锁紧还是要锁松？锁紧，锁紧，好，可以了。这种要锁紧会比较舒服。对，前面轻松了，随便滑。唉。接回去了、啊，接回去了、啊。那个我说夜滑的那条线，接回来了。我要再让脚休息。就是有一点紧张，因为它也有点乱。嗯。我刚有特地使用比较不会跳的滑法，比较钢边会比较不跳，但是比较钢边的话，重心不对就得用大腿的力量，就脚会酸。好了，这一段。啊，因为我用了比较累的滑法。你想要走走看，是不是？挖窟挖窟，红线走左边。我们上次是走那边，因为我熟那边。那这边挖窟挖窟，我觉得会不会是比较，因为它也是红线，我觉得它是不是比较窄的联络道，比较窄比较陡的，你行吗？嗯，好啦，没。对，画画看吧。啊！
是红线，应该不至于不压雪。好了，走走看吧。好像还好呢。还好，还好。我的左脚脚底板好酸哦，唉，这应该是跟白马差不多 level 的联络道，在白马被标成绿线的那种。什么叫以前觉得很可怕？我根本头都没探出来看过嘞。这是都红黑线的那种，好了，动不了。你说的，要不要我帮你录我先下去？不用不用，我现在的姿势乱七八糟，不用啊。刚刚说你有练啊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脚又酸，问题一大堆的。对啊，下去啊。六号进去尿尿。
没有啊，里面有架子啊。哎呀，一下一下。啊，你要插着也可以啊。我选择。因为我觉得很难插。对啊，关，哎，行，按。